订酒店住店房就同城，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，邀请您收看思腾。别置气，别置气。我那意思，你好心好意的给人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亲手交给他多好，你干嘛非得让我弄？任福瑞，你今天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对了，秦芳，告诉你一声啊，司藤小姐今天晚上去华丰塔挖白鹰的尸骨。知道了，随便她吧。对了，严夫人，之前本打算到了玉航就让你回苍城山的，但是现在我……好，行，我不回去，不回去。就算你和司藤小姐没闹别扭，我也不会撒手不管的。毕竟司藤小姐的事情和我师父也有关系，我也想亲眼见见事情的结果。谢谢。哎呀，说啥谢谢，见外了。秦芳，你今天晚上不想去看看吗？司藤小姐去找白鹰的尸骨，如果找到了，说不定当时就合体了。合体这么千载难逢的事情，你不想亲眼瞧瞧吗？我不去了，工资太薄了。《司藤小姐，噔噔了噔噔噔噔，可了不得了，买这么些个啊！秦芳说她公司有事儿忙，就不进来了，让我给您拿来了。您看看，都是名牌，有衣裳、鞋，好像还有眼镜。也就我不是个姑娘，但凡我要秀气点，我都想扮上。我又不缺穿的，给我买这些干什么？不缺穿的，那你缺啥？司藤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出来！哎，你干嘛大呼小叫的？我以为谁找茬打架呢。没你的事，我找司藤。司藤，你出来啊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进去。出来，有话跟你说。我希望你接下来跟我说的话最好是有价值的，好歹可以抵消你刚才对我的恶劣态度。
你说你总是想不通为什么老天选的是白银，其实没有什么想不通，是你自己当局者迷。白银比你计值更深，谋划更长远，更忍辱负重。他可以不动声色地陪邵延宽这么久，他可以把当生孩子当做保存血脉的唯一途径，他可以在被秋山灭杀的时候装作一副撕心裂肺的样子不露马脚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白银在幕后操控，哪怕今时今日我们并不知道白银的尸骨失落何处，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一切都如白银所料，渐渐的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靠拢。为什么老天选的是白银？当然是他，难道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吗？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，让我知道我自己不如白鹰。我看你真是被纵容的不知天高地厚。司藤，如果一切都是白鹰的布局，那么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你要合体，而是他要复活。有分别吗？当然有分别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不是你。我知道我这几天像个傻子一样，让你觉得我在胡言乱语、胡搅蛮缠，但其实我这几天心里也不好过。我不是不能接受自己是白银的后代，我是不能接受我自己和你有血缘关系。我这么说你懂吗？更何况你还要和白银合体，如果你们俩真的合体，那我和你不就……其实过了今天晚上，你我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关联了。起初答应你的，待事了之后让你做回一个完整的人类，如今的确是我食言无法完成。不过你也只是有了一些我们异族的血脉而已，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异常。秦芳，我这是……才跟你告别。确实不错，要你穿上试试。不高兴啊？你和我说说吧，我哄人有一套，我们家把凡儿难过的时候
给您放着。谁？秦放真闲呐，这节骨眼吓唬你瑞哥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人家已经很明确的跟你撇清关系了，你怎么还死缠烂打的，烦不烦？司藤小姐。你这么走走停停看看的，是不是在确定白银的藏匿之地啊？能找着吗？真找不着，我就得一镐一镐挖了，那得猴年马月。况且这都是大石头，叮叮当当的，势必引起怀疑啊！闭嘴！刘小姐，位置尽量准确啊，不是因为我犀利，主要工程量太大了，我怕把保安招来。这儿，我就不应该怀疑您的能力。您跟白鹰之间肯定存在某种感应，你肯定是感应到了它的存在。闭嘴。哎。接地气。白鹰的尸骨肯定在这山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把这山先翻个遍。您是想用万千藤条彻查整座大山？小姐，不是我多嘴吧？您这么发力能行吗？您不是还不能完全控制赤伞的力量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就说欲速则不达呀！您还不能完全控制赤伞的力量，您怎么能随便发力呢？先扶我回去。这位小哥哥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我俩，我还有一个，不高级，各位不能高级，欲速则不达呀。凡事都得有耐心，是吧？胆大心细啊！哎，我搞没呢。哎，干什么呢？
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们。你说啊，我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大好青年，有钱有颜有身材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在一个老的处上吊死？这一年头啊，在哪吊死都不值得。说得太对了。我再请教一下，你说我一个现代社会的大好青年，有钱有颜有身材，他那棵老檀树，他凭什么嫌弃我？帅哥，你要是再磨叽，不止老藤树嫌弃你，小白菜也要嫌弃你了。哥，接什么电话？认识一下我们呗。哎，是你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去哪儿？洗脚城。这些年轻人呀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！行，大半夜的闯到景区玩什么？有什么好玩的？出了危险怎么办？行，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在网上说我们监管不到位，工作失利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你看看你那个朋友啊，小姑娘家家的也这么疯，身体不行还非要上山，这上到一半还晕倒了。哎，这也就算了，旁边还站一个拿着铁锹的男人。你说，这谁见了不得往刑事犯罪上想？你说的太对了，而且我这哥们儿确实长了一张不怀好意的脸。嗯，啊，既然你能证明你们都是认识的朋友，这事儿就不追究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明天记得过来，把罚款一交。没问题。我明天一早我就把罚单交了。哎，你们这姑娘真的不用去医院？真不用。她就这样啊，她天生的心脏不好，这一累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好了。那行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下次再这么胡闹，我绝不轻饶。哎，谢谢你，你慢走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您放心吧。严富帅，嗯，解释解释。爸，这事儿真不怨我。我说了，我们就是游客，就是想看看画风塔的夜景，才故意待到很晚的。我也说了，我俩认识是朋友，没人信啊。他说话还特别不客气。爸，说我长得压根就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吗？你说我不像好人，说我不是好人，有人信吗？你们找着白云尸体了？找着什么呀？正找着呢，就不行了。那也就是说没合体啊？合什么体？太好了！好，不是，你怎么还美不劲儿的呀？我告诉你，秦发，司藤一醒我就告诉他，说你幸灾乐祸。告他呗，我就是幸灾乐祸。呵呵。我看出你喝了，不应该呀，秦芳，你怎么糊涂啊？你俩合体多好的事儿啊！首先从能力上说，一加一等于二吧。对于你而言，太奶奶和太姨奶奶成一个人了，亲上加亲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你
什么都不好说。哎哎，抱的还挺有范儿，公主抱是吧？哎，你抱着公主，我抱着老铁。走过车站陌生的人群，许下巧合遇见你换乘，赶往开场迟到的电影，会不会在偶遇电梯某层，谁的快慢各自背影，同框过几秒钟，呼吸随着风街区刻着空，吹过你已经，只怕你已经下落不明，那天靠近相见不相认，只怕已经悄然无声，众里寻人偷换了命运。慢点秦放，你再给他摔了。哎呀，这双手原本可以享有，秦放秦放秦放，习惯了错身无动于衷。你没事吧？你自己试试，你试试喝了不多久再给你们处理试试。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别睡这儿啊，大大外屋，哎，楼下也行。不是，你吐会儿，你吐一个。你在那儿干嘛？我守着他呀。我守着你们。你守着我们干什么？我担心啊，你昨天喝的太多了。我是为你好。我干嘛了我？你太过分了，秦芳，你知不知道你喝完酒得心儿散的太大了？这要是让司藤小姐知道，我告诉你。这事儿你不能让他知道啊。行了，下回注意啊。司藤小姐这回是不是特严重？这次确实比较严重。我昨天就提出来了，我说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你不应该那么发力，还是提晚了。他自己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因为他太想找到白银了，他认为只要找到白银，他自己不舒服就会。你提白鹰，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。昨天我背他下坡的时候啊，严夫人，白鹰不在。不在山上？可是白鹰留下那具尸，意思不就是自己的尸骨被藏在华峰大附近吗？对呀，咱们是这么分析。可是昨天司藤小姐发完功以后，把无数藤条都插到土里了，整个小山头都让他给翻遍了，他说不在就准不在。可是你说不埋在土里那能搁哪儿啊？供华峰塔里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这说的越来越离谱了。华峰塔游人如织，怎么可能把尸体放在华峰塔里面呢？早都被发现了。对啊。行了，让游人睡吧，第
看看你的眼睛，跟熬鹰似的。哎，你要干嘛去？我守着他呀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那我就不守你们了。现在的华丰塔是2000年开始建的，2002年竣工，也就是说，1946年白英和我太爷爷一家游京赤湖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华丰塔，那所谓的古富风尚。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我之间再无相干，你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吗？是，我就是记性不好。要不是严福瑞打电话求助我，我才不会过来。那好吧，谢谢，可以走了。司藤，如果换了是邵元宽，你还会这样冷酷无情吗？跟邵元宽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恨他。但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毕竟他是你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。秦风，你又开始跟我无理取闹了是吗？我为什么要和你无理取闹？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就算单单从我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用来讲，你也不应该摆出我欠你几百万的样子吧？我的血可以复活，还可以在你被赤伞力量反噬的时候缓解你的症状。我说过了，你帮不了我，别把自己想得那么有用。算了，我不和你争这个，反正争了这么久也还是没有结果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对抗赤伞的力量，直到彻底被你纳为己用的那一天为止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每次只要我不舒服或者是被反噬的时候，都要靠你的血来缓解？你能有多少血？人类的造血机能很强大的，像我这样的一辈子都没问题。一辈子？反正你也找不到白银的尸骨了，不是吗？而且这些年，到处都在大兴土木，很多地方早就已经不知道施工了多少回了，包括这金翅湖，还有华丰塔。就算白鹰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埋骨地，也早就已经不知道被挖掘机挖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白鹰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会这么大。所以，司藤，这就是天意。天意让你们无法合体。天意让你只能以半一族的身份活在这世上，就比如我，只能以半人类的身份活在这世上一样。半一族，半人类，
这听起来确实还挺配的。但是秦风，如果只能靠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，我宁愿死。哎，司藤小姐，你没事了？太好了，昨天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你不是说白鹰的尸骨不在山上吗？我也感到很奇怪呀，于是就展开了思考。我觉得这把思考的应该很有道理。说来听听。明明不在化风塔，可那首诗里的线索却偏偏全部指向了化风塔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，这一定只是一个表面现象，故弄玄虚，用来迷惑敌人。我刚刚查了一下地图，隔壁那个城市也有一个湖，也有一个塔，这不巧了吗？因此，白鹰留下的这些线索分明就是在声东击西，真正的藏骨之地应该在隔壁。在隔壁吗？隔壁没毛病啊。不在山里，不在塔里。那夕阳照什么？夕照山。不合理。照水？难道是在水里？叶落而天下之秋，这才几月份？哟，喂，秋天来了，秋天来了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秋天？你快出去看看吧！所有的树啊、草啊、花啊，枯萎的枯萎，发黄的发黄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以咱家为圆心，半径两三公里花园全是这幅景象。会不会和司藤小姐有关？司藤这是在极力吸收土里的养分吗？而且这次侵袭似乎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。这种严重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赤伞的力量。咋整啊？这要让咱赔得赔多少钱啊？叶不瑞，你听我说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得等司藤恢复好了。我现在去趟老宅，你在这儿等我。你别你别走，我一人搞不定啊！你在这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天黑之前就回来。这才几月份啊？无有五王哎，你快给我拍个照，奇观呢！开花，经由一夕之间，整条街绿叶变黄，树叶飘洒，奇迹呀、啊！
如果当时的金翅湖上并没有画风他，那么这幅图上的他高度位置比例也都与事实完全不符。白鹰自行杜撰了一个虚拟的他，普天之下仅此一家，是为了标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。去参加同乡友人的零二百日宴，字里行间好生艳羡，是因为当时的太奶奶久未生育吗？太爷爷至死都不知道，这都是被白鹰给害的，反而帮他尽心尽力地养大了我的爷爷。实际的画风还有七层，而画上的只有五层。逃避就不会停在那里，最残忍。